你是哪一年教这个徐佳音的？恢复高考后那个77年嘛，77年不是恢复高考嘛？啊、哦，对对。头年呢参加高考，咦，冬天嘞，一出那个考场，我徐佳音啥呀？咦，别提了，陈老师，我啥也不会一声，咦，头上的汗拉了上，急的，嘿嘿，那一年都头一年没考上，没考上我。第二年复习一年，第二年，对他考武汉钢铁学院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